法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《社大圣论讲记》，那我们讲到第二百八十五页，啊，也就是一四一去四秘密，绝了一切佛言。好，那在这个之前的话呢，那么我们等于是，哦、嗯，哎。 啊，因为前面讲的是一三性来通大圣经典啊，一三性。那么现在呢，是一四意去，四秘密啊，来绝了一切佛言啊。那我想在进入这个之前啊，因为下课大家也问到一些问题啊，那我想在这里也做点补充哈。我们常常用这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来解释啊，尤其在这个。 呃呃，诶中观系跟唯识系，其实我经常的去做相互的一个比对啊。但是呢，呃，很怕大家这个误解了说，说好像只有讲到这边，那之后呢？那之所以一直讲在这里，往往也是大圣经典的重点，是因为我们第一大奥生起劫其实是最难的。 而且是最合乎我们普遍的大众，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凡夫，所以这个部分呢会琢磨特别多。那后面的呢，后面的其实能够上到上到这里来的话，就不困难了，因为已经是圣者的境界。 圣者的境界已经都证到了真理的现象，其实他可以就能够运用的非常的自如了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说在这里会什么？为的不退嘛，圣者不可能再退回凡夫，那么会不断不断的怎样成长，乃至到这里行不退。那这个最下面呢，叫做什么？性不退。 那么，如果以真常系来讲的话，其实，在信仰心上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其实它重在什么？信仰。所以常说：“哎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信愿行啊？信愿行，其实往往也是在什么信仰上面用的多。”啊，那因为我们讲真常，它本身比较少讲到因缘。 因为他们所说的大概就是一颗模拟宝珠，对不对？而且里面清净无染，那所染的是不是染在外头啊？其实染在外头，比较没有去谈到因缘法。那么有一个大原则，如果没有比较没有谈到因缘法，要上去是不容易的，因为要上去一定要用因缘法。 那也不是说，哎，我一旦用真诚，就非得要用真诚来通彻一切，这个是困难的，是因为它本身比较不讲因缘，那么都是会比较去去，就是对这这颗摩尼宝珠哈、哦，有相当大的一个信仰的心。那当然，这个这个对入门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、呃，尤其培养我们的信心。 信仰心真的是非常重要啊！但是呢，如果一直只有停顿在这个的话呢，那除非就说好，那我们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习了。那当然，那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的教法了。呵呵那如果在娑婆世界来讲的话呢，那么或许往往都是我们怯弱的心嘛，会怕自己堕落，所以才想去，倒是比较少。 去看到是那种比较属于啊，为了要利益众生而我去，其实应该说是我为了要利益众生，我为了要庄严佛土，所以我到净土的世界去学习，学习回来是要来利益什么秽土的众生呢？要把秽土转为净土，并不是我到了秽土我就成啊，到了净土就成佛，不是哦，只不过在那边可以怎样，可以这个呃、啊、信仰的不退。 信仰的不对啊。那如果是唯识跟中观来说的话，唯识跟中观来说，我们也讲嘛，这个过程其实依他起是很重要的。依他起，它跟因缘法是有关系的，是因为这个他比较站在因缘法来讲，所以中观跟唯识为什么常常可以相互去对照，就因为都讲因缘法。 在因缘法，它是相通的，只不过一个比较偏在性空，一个比较偏在什么相有。但是以为识来讲的话，如果只有用相有是到不了这里的，他还必须要放啊，他也是必须要放，他才到得了啊。 透过因缘法去合出虚妄的外表外在嘛，所以我们叫做虚妄为是。但是我们也讲嘛，如果这个这个虚妄的话，我们先要确立外在的现象是虚妄，那么再回头还要再确确立的是什么？连事都虚妄啊，连事都虚妄哦。 这个部分也得要放啊，不然我们还是会抓着这个事不放。一旦抓的话，有执着的成分是解脱不了，而且一旦有执着的成分在的时候呢，是不可能达于涅盘因为涅盘一定是透过放，透过放放放放放才到得了诶所以纵然是唯识，世他是不是也讲这个叫做性境的现前啊？性境的现前是什么？性空。 要现钱，所以元成实是法性所显呢，它是法性所显啊、哦。是不是？一旦是跟法性结合，是不是跟空会结合啊？它是法性所显，并且呢，能够用中观系啊，所以所谓的中观系，我们就画的图是这样子的嘛，对不对？一旦用中观系的话，我们就说。 在解生密经也讲哦，要五事俱足。我们说到这上面，他能够五事不具足吗？当然具足。其实往上去，完全都用都用中观够了。因为这个的，我们一直讲说这个的那个关键是什么？是不是波瑞道啊？其实是波瑞道啊。上头是什么？ 成熟的波波瑞道叫做方便道，二到五菩提嘛，这个也是波瑞，只不过用波瑞道来讲的话，我们说这个叫做诸法实相啊，反而是属于中观系，它彻头彻尾。那么这个往往是为了啊，他五事不具足。 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用波瑞系，所以佛陀说，那么也可以用什么相有的角度。其实唯有透过性空，才能够不断、不断、不断的往上提。啊，所以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其实也直接用波瑞照样上去的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是为了我们啊一般的凡夫众生，所以呢。 用相有的时候就复杂嘛，啊、哦，那但是复杂的话，在下头还可以用，还可以用。之后呢，逐渐就会五事俱足了。那五事俱足是什么？累积上品善根，第一个，啊、哦，还有呢，已经清除诸障，清除诸障，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障碍，是透过累世去慢慢清除。如何的清除呢？就是要多修圣解。 多修圣洁并且成熟相续，成熟相续，啊，再加上累积了上品的善根福德智慧资粮，那这个其实都是透过累生累世的修行，到一个程度，其实五世具足之后，其实直接就是用什么？用波瑞，用中观，因为它的核心其实是是。 透过性空才上得去的。那我们常讲说，唯识呢是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里头去看到现象，但是上得去上不去的关键在性空，这样的理解吗？这个的关键是在性空啊，才上得去，但是要去看现象，因为性空它会是一个大原则，帮助我们上去，但是要去看到每一个高度的。 现象到底如何？那是透过唯识来看，可以透过唯识来看。其实它是透过唯识来看，哦，所以当然唯识也可以可以辅助一个部分啊。但是真的比较高以后哈、啊，大概不大，就是说，因为它太繁复了，太繁复，所以其实直接用性空也可以啊、哦。那我们就说核心是性空哦。 啊，一个是比较青涩的性空，一个是比较成熟的性空。像我们在第一道奥圣期节是比较青涩的，就是还不够成熟了。有没有？我们说，哎，那个什么，年纪很轻的时候，是不是都对人生的体会不太倾向？小小的，哦，那个有时候果子还没成熟摘下来，是不是不不大能吃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小。 啊，不会啊，所以感觉像下面的星空是熟的，上面的是熟的，上面的是熟的。当然是这个能不能上去的关键，其实是星空，因为透过星空才能放下，放下是不是才能上去？放下才能上去，放下才能上去呀、啊。啊，但是呢，在现象上可以透过维识来看，因为维识本来就重。 它的长于相嘛，性空藏于什么因缘，而且不断在破，所以它充满了否定式的符号。它充满否定式的符号，就是透过放嘛，透过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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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上得去，放下才上得去。哦、嗯，所以呢，为是也是用一个程度之后，你说要到超凡入圣的性境的出现，它还是要性境的出现，它不能不用啊，它还是得放啊。 他还是得放，哦，好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这里面的四种意趣、四种秘密也会提到这个部分了哈。好，那在我们的第二百八十六页，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所谓的平等意趣，啊，佛陀也曾经讲哈。 他、啊、说我：“我曾我习呀、啊，我过去曾经在某一个时间、某一个地点，啊，他在比时比分，啊的比分就是某一个成佛的地点或者某一个成佛的时间。那么即名圣观正等觉者，什么圣观正等觉正等觉者？” 所谓的成佛，就是成等正觉嘛？是不是要成等正觉啊？要能够成等正觉，是要透过圣观、圣观。何谓圣观呢？圣意地上的观照啊。圣意地上的观照是什么？超凡入圣以上的观照，是透过真理法则的观照，不是只有世间法。 所以不是说哦，因缘法只有在世间法里面，不是啊？透透过因缘法才有机会跳脱世间法、啊，因为因缘法就是真理法则嘛。缘起性空，它本身就是真理法则。啊，真理法则可以道尽世间的一切现象之外，也透过真理法则才有机会去打破现象的束缚啊。 我们说深观因缘法是不是就是在破除相的执着？啊？其实就是透过破破除相的执着才上得去啊，而且也透过透过中观是不是才能够不二啊？才能够去解脱两边的什么束缚？哦，那我常常画的是 A、B 两相对的两边哈。今天。 赵轩倒是提醒了说，可以用什么 A 跟什么非 A 相对的两边呢？相对的，因为用 A B B 的话，跟 A 到底什么关系就比较没有定的很严谨。我觉得诶这个不错，用非 A 这边如果是生，这边就是灭；这边是亮，这边就是暗，这样理解吗？这边是大，这边就是小。 这边是长，这边就是短，它是不是相对的？相对的两边是我们世间法，而要去突破，是不是还是要升观因缘法啊？其实就是升观因缘法嘛，它没有没有没有，就说它不是两件事情，其实它就是一件事，就是 A 的这件事。 它是平等的，从不平等到平等，其实也等于从不平等到平等。而我们凡夫到成佛的这个落差，是不是也是从不平等到平等啊？其实就是这样。而我们智慧的获获得就是这样，就在不平等的痛苦当中去挣脱出来的，把心摆到平啊。 把自己的心调到平为止，啊，那如何调呢？其实就是因为透过因缘，透过现象是不平的，而透过因缘是平的。升观因缘法的平等心，也可以让我们去接受现象。虽然现象看起来不公平，但是我们知道因缘法来讲是公平的。慢慢的，我们就会去接受现象。 接受现象，好，所以这个平等是非常的重要，啊。好，那佛陀也这么讲，好，就说这个在在哈，我们说唯识学他也是很注重平等意趣哦，平等，他说我曾经在某一个时间、某一个地点当中呢成佛。 而且我成佛的时候就名为圣观正等正呃觉者，啊正等觉者就是佛陀，那他的法号他的那个名号呢叫做圣观，圣观，啊，那所谓圣观啊是翻它的意义，如果翻它的音过来呢就叫做毗婆师佛，毗婆师，啊毗婆师佛，毗婆师佛。 所以，我们以凡夫来看待，我们会觉得说，那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毗婆师佛应该就是毗婆师佛，应该是不一样的、啊。但是佛陀说他就是啊，为什么就是呢？因为只要成佛以上呢，佛佛道同啊，佛跟佛之间其实是平等平等的、啊。我们是不是经常讲佛佛道同啊？成佛之后。 只有佛跟佛之间，他们能够自受用到他们的什么法身，尽虚空界的法身啊、哦，是佛佛道同的。那佛佛道同，也就是佛陀法身平等的意趣来说啊、哦。虽然我以我们凡夫看起来会觉得不同，是我们起了分别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以成佛。 的那个那个资格来说啊，就是等于说，哎，大家都都得了博士，那博士是不是有博士的那个同样的一个阶位啊？哦，如果在学术上了哈，这个还是世间法，只是哎，我们从世间法来想象啊，就是说，一旦是成佛之后，其实佛佛道同的那份平等，那就不是着相上的。如果我们着相，是不是一直觉得不平等啊？名号不平等啊？ 啊、哦，它的数是累积的东西是不平等的、啊，但是问题是我们说，哎，啊、哦，在这个四种意趣当中呢，我们要懂得平等意趣。所以平等是不是非常重要的？那这种平等是不是就是升观因缘法的平等性来的？要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升观，一直到成佛，那才是完全的验证啊。 啊、哦，在超凡入圣的时候，开始验证那么一一道曙光而已哦，那个量是很少的，但是值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之后就是不断的在量上面的什么扩大嘛，扩大到尽虚空界的平等平等。哦，所以我们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去，因为我们是凡夫，一直执着在那里。我们有时候也借着佛陀所说的这种平等，佛佛平等。 佛佛道同去体会说，成佛之后的那个平等平等，我们在超凡入圣的涅盘本身，是不是就都在讲平等平等？更何况到成佛那，实在是无所不平等哎，那是更究竟的大平等啊！所以已经无所谓到底是哪一哪一尊佛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这个啊。 这个四四种意趣里头，平等意趣是很重要的。平等意趣，其实在缘起性空里头讲的最究竟、最了意。哦，所以在龙树菩萨是不是也讲了四希坛呢？哦，这个为人希檀、世界希坛对峙希坛里头，是不是还有个第一意希坛了意不了意。 何谓了意？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脱、跳脱世间的束缚，叫做了意的，那是属于第一意希谈的，那才是第一意希谈呢、啊。好，但是唯识学里面的了意，他也有讲他的了意，他的了意不是解脱，叫做了意耶。他的了意是要在现象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现前，它叫叫叫做了意哦。所以同样是了意的名。 却是不同的意。这样理解吗？我们前面是不是曾经讲过有名跟什么意的差别？有没有名比较在名相上头？同样的名相，却有不同甚深的含义。唯是对了意的甚深含义，他是说要了了分明，现，在眼前，是因为唯识它本来就是纵向的嘛。 啊、哦，所以他要要,要讲到法性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这个既深且密啊，所以他们会说啊，这个都是一什么一秘密啊和一和秘密有没有密意呀？他会觉得那是密意所说，他觉得要现在眼前的才叫做什么了意的哦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做平等易趣，平等易趣啊、哦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叫做别时易趣。 别时一去，也就是佛陀为了摄受一般懒惰懈怠的众生，所以呢也会方便善巧的说：啊，如果我们能够送多宝如来名者，便于无上菩提以得决定，不会再有退转了。啊，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经典里头会看？哈，不一定是多宝佛啊，或者是其他什么佛号哈。啊，那么又说。 由为发愿，变得往生极乐世界。透过发愿，好，那么就能够到极这个极乐世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实际上，老师就讲，单单持诵多宝如来的名号，并不能于无上菩提得不退转。因为要在无上菩提得不退转，是不是有程度上的不退转？那这个。 可能还在第一个上的不退转，因为你不借着智慧是上不去，你不借着缘起性空、因缘法，其实是上不去的。那光是一个性的不退转，其实在真常为心系也非常的鼓励，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鼓励哦。啊，所以这也讲嘛，唯凭空口发愿也不能往,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、啊。 好，因为不止发愿、信愿行，行是不是很重要啊？啊，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讲不可少福德善根因缘得生彼国，有没有？还要福德善根因缘才去得了，不是只有凭空发愿而已。好，那佛陀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头说的，不是随时都如此的。 是因为在某一些因缘啊的状况之下，那么佛陀如此的来说，它不通于随时一般的。但是如果比方我们在讲呃维识或者波瑞来说的话呢，其实它比较不属于别时一趣。 啊，也就是说，哎、欸，他比较通所有的一些状况，是因为他透过因缘法是非常理性的，告诉我们成佛的理路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的别时易去，也就是是约另一个时间、某一个某一段时间如此的说，他不能啊适应于所有的一切时间哦。好，那么如何说呢？就是说，如果 宋池啊，多宝如来的名号，就可以种下成佛的善根。啊，虽然还不能直登不退，但是将来一定还是要修正菩提。啊，就是说我们的直登不退呢，就因为我们在真常里头，其实很少看到不退，还要分好几种不退。 是，我们也都不退，我们都会觉得，哎、欸，好像就是成佛前的不退。尤其也谈到这个一生不处菩萨，有没有？我们会觉得以为是很高的不退，但是呢，我们说，哎、欸，透过光是一个信的不退也不简单呢，啊，也是相当的不简单。但是一定还是要修正菩提，有没有？啊，如何修正菩提呢？就是说。 哎，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，在这里是什么？三菩提嘛。菩提是一种觉醒的心，觉悟的心，还要觉得正确，叫做正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三秒三菩提耶，三秒三菩提是什么？等正觉。 正片等正觉了，我们才讲哈这里的本文有没有佛陀在成等正觉的时候说的？第我就在我们第二百八十六页有没有？我习成于彼十分，哈及名圣观正等觉者有没有？ 正等觉者，正等正觉者，正片等正觉，然后才成就了什么？奥廖多罗三藐三菩提嘛。那个是不是无上正片等正觉啊？无上的正片等正觉，是不是还是要透过正啊？要去分正，还是有他的一个次第？ 但是我们往往可能，这个菩提心是大圣佛法的法种，它是很重要的种子。但是我们下了种子，就一直觉得是赶快结果，赶快结果。其实没有经过这个，是不可能结到佛果的。好、哦，一样是没办法结到佛果。所以将来一定要修正菩提嘛，这是不是就在修正菩提的过程？ 那因为真常系它本身没有讲的，因为不是透过因缘法，就比较没办法讲的这么细密，所以往往我们都会觉得哦，这个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，放下屠刀也可以立地成佛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往往会不知道说，哎，从我们凡夫的程度要如何成佛，其实这个部分常常没有。 那个次第没有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啊，但是这里也用了一个比喻说，说如同鱼吞了钩一样，虽然还在水里，可以说已经怎样，先吊住了。<laughs> 啊，当然念佛菩萨名号有这样子的一个啊，在在在譬喻上面可以有很大的鼓励。 但是过程是不是也得还是得要慢慢的去争啊？啊，发愿往生极乐也是如此，要久久的积极福德智慧的善根，也是要久久诶、欸。 多久三大二圣齐节，所以我们常讲说，在娑婆世界三大二圣齐节，到极乐世界是不是一样还是三大二圣齐节啊？到哪里都一样，就如同我们在这地球上移民到其他的国家，学制上是不是也差不多？转学的时候怎么办？同等学历哦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因为语言障碍，是不是还要降级降一年？ 会降的嘞，不能说我读小学没读完，一转就赶快读中学，再一转就读大学，三年就给他完成，可不可能啊？不可能啊！是不是要点点滴滴的去读出来啊？所以也一样，要久久的积极福德智慧的善根，将来一定能够往生极乐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比较少讲到，是因为我们众生怯弱。 讲到太久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怎么那么困难？我不要去。所以要讲的简单一点的话，或许就大家容易发愿去的时候，去到那里继续学习嘛，是不是还是要学习呀、啊？那里有一个凡圣同居土，有没有凡夫也可以去的地方啊？到那里是不是还是要能够听闻阿弥陀佛来教导我们？ 风速邪韵，大自然间也能够让我们起了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的心嘛？啊，随时随地在正报、医报上面呢，都充满了善根因缘。而且那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不会不会考试，也不会降转，也不会留级啊，让你读读读读,读到你高兴为止啊，让你很有信心的。我不为安养入娑婆。 所以还要不为安养入娑婆，不是在那里就就立刻成佛呢？为什么还要不为安养入娑婆？因为还是要透过行菩萨道才能成佛的，这是不可忽视的，这个是跳跳不上去的、啊。哦，我们我们这个跳级，就像读书，我们跳级也是跳一年两年，不能说小学马上跳中学，中学马上跳大学。 是不是要一年一年的来累积啊？少数的人可以跳级，也是跳一年两年，不可能是大段的跳，对不对？哦，就如同这里也讲说，所谓的布施，它是一本万利的啊，那并不是啊，说一文舍出，万文收，有没有？ 啊，是因为我们种下了种子之后呢，它开花结果所产生来的种子是不是更多啊？啊，并不是种下去马上就哦开花结果变得很多很多，不是啊？那是不是还是要时间，还是要去栽培啊？去灌水哈、啊，要去浇灌，要去施肥，要去照顾，也要有阳光，要有空气，要有水分，是不是、啊、要种源和合啊？啊，一样的。 所以不是说一真的一个钱出去马上就获得万倍的盈利，而是说由这个本钱经过长期的经营，是不是要长久的经营啊，才可以获得万利的。啊，所以发愿是往生之因，念佛是不退之因啊。念佛不断的累积我们的善根因缘是很重要的，啊。 就像我也常讲说，我个人了、啊、哈，我也有念佛的习惯性，但是我并不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哦，我愿意这个趁愿再来，就是因为在人间还是悲苦多，行菩萨道的机会多啊、哦。那想要再来人间，是不是也要去累积善根福德因缘啊？一样要的啊。哦 所以呢，这个也是得点点滴滴去累积的，啊、哦，起码透过念佛让我们不退，不退转，在起码信心上的不退转，啊、哦，最少是信心上的不。当然，这个信心上的不退转也要跟法去结合的话会，会会会更坚定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说，哎，印顺导师。 他是为学佛而佛学的啊、哦，因为佛教所讲的信仰是要怎样性智合一的，性智合一的信仰啊、哦，不是只有信仰而已哦。智慧是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的的最大的特点呢。好、哦，我们说只有信而没有智的话，会怎样？越信越愚痴。但是只有智而没有信呢？ 会增长邪见，会变成是我自家的说法，不是佛陀的说法。我们的菩提心是不是要上求佛道啊，是要根据佛法来利益众生呢、啊，不是根据我个人的喜怒哀乐、我个人的见解来带领众生，不是哦。那是不是还是凡夫的想法啊？所流露的还是凡夫的习气嘛？ 我们就是想要去脱离这样子的习气，破除这样的习气，是不是就是要根据佛陀教我们的真理法则是最核心的部分哦？但是要到这个核心的部分是不容易的，是不容易的，啊、哦，啊、哦，那当然这个后面也会讲到，呃，在我们。 跳一下好了，在我们的第二百八十八页哈，因为还有四秘密里面的第一个秘密，啊，说令入秘密，诸法的实相本来就是什么无我？其实性空波瑞中观学是最能够去去展现这个部分的、啊，啊，那无我，其实就是透过无我，是不是才可能慢慢的提升啊？ 因为无我，因为我们对自我的那种那种自信妄执是最深、最最深切的，而我们对自我能够逐渐的放下，其实就是一种提升嘛。啊、哦，但是呢，因为一部分的众生一听到无我，就以为是一种断灭，就升起恐怖，不敢问津呐、啊。哦，会觉得明明有我，为什么说无我？这个我跑到哪里去了？其实是误解了无我。 啊，以为无我是在否定我的存在，有没有否定我的存在啊？没有哦，不是否定现象，而是什么？啊，是去破除对我的自信妄执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去破除自信妄执。我是性空的，是讲我是众缘和合出来的。 啊，我是五蕴合出来的，我是十二处合出来，我是十八界合出来的我。我也因为是众缘合合出来，所以会要面临什么众缘离散而灭、啊。所以这个我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我哎、欸，而且也是不断的在老化啊，乃至到死亡的我，所以叫做无我。没有否定那个现象，但是因为我们不理解、误会，以为。 无我是连我都不存在了，所以呢就会恐怖，会害怕，啊、哦，不敢，不敢再学佛。啊、哦，那所以这里也讲，本来一切法性空，可是众生不能接受法空的道理，啊、哦，所以呢就不但不能得到利益，所是以是反而会离离离,离佛而去啊，会离佛教而去。那佛陀。 度化众生是不是要用尽各种方便善巧的方法啊？啊不能佛我佛陀不会说我要讲性空就非得讲性空，那这样是,不是那个主宰欲又出来了，那是不是还是自信妄执啊？哎，佛陀都是怎样观机斗教嘛，应激说法。既然众生没办法接受啊，一下子之间马上要拒绝的时候，佛陀就说那没关系啊。 啊，也要引摄啊，做做一些方便善巧的改变啊。所以呢，为了要摄引他到佛教来，所以就非方便说法不可啊。所以呢，佛陀在声闻圣当中或大圣当中，也会依着世俗的地理，依着世俗地，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世俗里头。声闻法本来就是比较重现象。 一旦是现象，就离不开世间法。好、哦，因为所谓的现象，是不是都是众缘和合,合出来的现象啊？然后呢，也会众缘离散，我们就受到了时间、受到了空间的束缚。所谓的世间，就是我们被时间、被空间束缚，叫做世间法。而透过因缘法，是不是就是打爆？ 啊，就是去打破时间空间的概念嘛，才有机会怎样跳脱出来。好、啊，所以呢，佛陀就方便的说有普特伽罗与诸法自性差别种种种种了、啊。啊，所谓的有普特伽罗，也就是哎，还是有我，还是有我。这个普特伽罗讲的是人去人道的这个我，还是有的。 啊、哦，佛陀也不会坚持，非得要讲性空。其实要讲到性空，空中的这个部分，哈、啊，属于性空是最难懂的。那个善根因缘要最深的，要五世具足的状态。当五世不具足的时候，也不能勉强。佛陀是不是也会去顺应众生啊？哦，好，所以再回到好这个四种。 意趣哈，那讲了两个意趣嘛哈，一个就是平等的意趣，一个叫做别时的意趣。所谓的别时意趣，就是应机说法，观机斗教，在不同的因缘里头说不同的法，叫做别时。在某一个时段啊，因为众生请的法是什么法，佛陀是不是要顺应众生去说法？它不一定是适合所有一切时间的。 啊、哦，他可能要针对某些状况所说的法，叫做别时易去。啊，那第三呢，叫做别意的意趣，啊，别意易去，也就是啊，经典上面也讲哈、啊，说若逢若以逢是啊，这个克劫杀克劫恒杀佛啊，于大圣法方能解义啊。 哦，我们可能回到前面的这个本文了哈。别意一句有没有？啊，就是说，如同哈、啊，在某一些经典上面就讲到哈、啊，如果已经在数世节当中，这个也要数世节啊、哦，因为所所碰到的是如同恒河沙等佛那么多。好、啊，这个恒这个河就是什么？就是恒河的意思啊。 恒河的沙是不是非常之多啊？有没有办法去算计啊？这无量无数的佛、欸，哎，我们要值遇一个佛都非常困难呢、欸。啊，我们要值遇一一一位佛的出现是很不容易的啊。但是我们这辈子是不是还是很有很幸运的啊？很有福报，我们还是还是成长在有佛法的世界。 虽然释迦牟尼佛啊已经入灭了，但是佛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是不是依然长存呢、啊？啊，我们虽然处在末法时期，却是我们还是一样能够听闻正法哦。啊，那这些呢，也都是怎样？因为逢事而所啊，这个是净结和尚还是克？ 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恒河的意思啦，就如同恒河沙那么多的佛，每一位佛存在的时间都相当的长啊。就像释迦牟尼佛说正法啊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是比万年，也起码一万多年。还有呢，释迦牟尼佛的下一位佛陀是什么啊？弥勒佛。 要多少年啊？五十七亿年后的啊，才成佛诶。所以我们说要去碰到这么多的佛是不容易的，那也是术士累积，术士有善根福德因缘呢、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往往也是因为，比方在波瑞系或是维世系哈，他所讲的那个那个量，还有那个难度，是不是比较高啊？ 跟正常讲的不大一样哦，正常鼓励性高，难度比较没有讲的那么那么的困难，主要是要普摄广大的众生，哦好，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第二百八十七页哈、哦，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能够去哈、哦，能够去能够去遭遇到，而且还要能够去诚事礼拜供养。 啊，如同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来讲的话，那么于大圣法方能解义啊，对大圣法才能够有比较深的理解呢，不是短期的参就所能通达。那这里的解义呢，指的是什么？正啊，物正圣义来说。 也就是说，佛法里头是不是也讲了很多世间善法、啊，因缘果报这些都讲这个？但是这个都还属于世间法哦。世间善法也非常多，但是要能够啊、呃、讲到这种属于圣意地上的法、第一义的法，那可不容易啊，那可不容易啊、呃。所以这里就讲说，如果只是平常的文思理解，那是不需要逢世这么多佛的。 这个叫别意意趣，就是特别的、个别的啊。对法意上面的比较深的这个部分呢，是需要再去怎样、再去思考的、再去理解的啊。为什么要这么、这么要承事这么多的佛？是因为在圣解上面的，在大圣的圣洁里头的啊。透过这样子的圣解而还愿意去发心。 那也是有要有相当的善根福的因缘，智慧资粮啊。啊！如果只是一般的话，那倒是不需要这么长，这么这么累积这么大的一个哈、啊、对佛的那么多的佛的一个城市供养啊！哦、啊，表示说要去政悟圣意，是不是非常困难呐、啊？真的很难啊！要知道这种出世间法。 从世间到出世间，但是也不是只有到出世间，是不是还要世出世入而无碍啊？尤其圣者以上，啊，虽然他能试出以以菩萨道，是不是他的本身能够试出而不示出？为什么试出是靠智慧，而他还愿意示入，是因为慈悲心呢、啊？啊，菩萨会认为我既然能够。 能够示出我为什么不去教导众生示出，或者去协助众生示出，这个是不是就变菩萨道啊？解脱道跟菩萨道它的值一样，在于什么涅槃？所有的涅槃就去证得真理现象的现前的那个值是一样的。我们说那就如同。 太阳光，太阳光如果是真理法则的话，它不过就是一道曙光，对不对？虽然它的量很少，但是它的值是不是跟太阳光是一样的？那菩萨就是把这一道曙光，依据着这道曙光，然后不断去做量的扩大嘛，去协助众生解脱，就是菩萨道。所以我们说，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解脱的智慧。 其实就是解脱的智慧，啊，而且解脱的智慧能够彻头彻尾，就是缘起性空。因为也只有大圣法，它是不是才能彻头彻尾啊？若是解脱到呢，它就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就结束了嘛，它也不需要彻头彻尾。那大圣佛教里头，啊，以这三系来讲的，来讲的话，其实性空。 性空才是真正的彻头彻尾啊，彻头彻尾的啊，好，那这是属于别意意趣，第四个呢，叫普特伽罗意趣，啊，普特伽罗意乐意趣了，也就是趁机说法，观机斗教啊。因为有的普特伽罗，也就是人人道的众生，普特伽罗啊，人道的众生，艰贪不舍。 那佛陀呢，就为他来赞叹什么布施的功德？他为什么啊？就说他的贪欲，他、啊、他的贪心特别重的话，就要让他能够怎样？要布施去解开他的那个贪呢、啊？啊，我们说贪心重的话，就要做什么慈悲观，是不是？呃，不是，不净观了，不净观哈、啊啊，那个是贪欲心了、啊、哈。 但是如果是贪的话，哈、啊，贪在贪吝在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这上头的话，就要用什么布施，让它去除兼贪，去除兼贪。哦、啊，所以比方我们说救急不救贫嘛，啊，在急在这种天灾人祸很紧急的状况，我们当然要去救济，但是属于贫困是没办法长期救济的，而是应该要改变他的。 观念思想啊、哦，因为他为什么会会那么样子的贫穷？其实因为他坚贪的关系，那是不是也要鼓励他布施啊？那有人说我这么贫穷，我就是没没钱布施啊，不是只有布施钱呢、欸，体力能不能布施啊？也可以啊，啊、哦，家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能够布施啊？所以我们说佛陀那个时代。 在点灯的时候，有个老太太，她什么都没有，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点灯，那是她的所有啊，她什么都没有了，她是不是奉献出她的所有？她的灯特别的亮，所以不是一定有钱才能布施，反而有钱的人不见不见得布施是，是、哦、啊，贫穷的人更需要布施的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说佛陀会为他赞叹布施的东功德，使他去除艰贪，但是布施了以后呢？ 他以为说哦，这个布施就是最好的、最究竟。那佛陀又告诉他不是哦，啊、哦，又告诉他说，这个布施是不是还属于下品的而已，下品的善根。为什么是下品的善根呢？因为他只修到福而没修慧啊。要透过修慧，是不是才能提升啊？光修福报是不够的，哦，好，所以呢。 又跟他讲说这样子是不够的，好、啊，那这个是怎样？不是前后矛盾，而是佛陀的方便善巧，在什么样子的状况要说什么法？当他建坛的时候，是不是要他布施啊？等到他哦布施到他自鸣得意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要告诉他，不是只有布施，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是这是佛陀的什么善巧，而且是专门对人。 普特杰罗才有的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诶也要在比方还要持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修定啊？啊，也要忍辱啊，也要精进啊。更重要的是不是还要波瑞啊？五度如盲，波瑞为导嘛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属于什么？啊，如果都还是讲在世间来讲的话的禅定，都还是属于世间法。不过都。 往往还是从世间法去下手，因为一下子要出世是很难。但是起码先多做一些世间的善事，哦、所以这个叫做为人希谈，好、啊，为人生善希谈。那另外是不是还有世间的希谈啊？吉祥乐意啊，还有呢，就是要对峙。我们有什么样子啊？比方我们兼贪，那就要布施啊。如果很愚痴，是不是就要做因缘关呢、啊？ 种种那是对峙，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义息坛，所以三个息坛都是可变可化的，但是第一义息坛呢，它是最核心的，它是不可随意的变异，因为真理法则有它必然的一个什么规则？啊，好，那以上这个是四种意趣，啊，好，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，阿弥陀佛。